飞起来，趁现在，和超级飞侠发现无限精彩。乐迪最快飞机，小爱救援高手，哦，超级飞侠一起欢乐遨游，酷威时空能手，大力力量无穷，还有鹿探长随时出动。啤酒光向远方，和超级飞侠一起来挑战，别等待，跟我来，像超级飞侠一样勇敢，飞起来，去探索。恐龙欢乐果园，我们是勇敢的史前救援队。哦，这太有意思了，有好多没有见过的动植物。嗯，说的没错，妈妈，我这次还想收集更多关于他们的资料呢。快看，根据超级恐龙基地的传感器显示，附近正好有一种超级罕见的果树哦。超级罕见的果树？那它到底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？看看就知道了。超级恐龙瞭望镜启动。这里长得光秃秃的，好像没有水果呀。大壮觉得已经被吃完了。听起来像是下冰雹了，或是台风。但今天没有台风啊，阳光明媚。我们去调查一下吧，诺娃。史前救援队准备出动。这些是种子，但它从哪儿来的？哇哦，原来砸在基地上的是种子。那是很久都没有出现过的始祖鸟啊。说的没错，妈妈。而且这是一只非常非常爱吃水果的始祖鸟。非常高兴认识你，始祖鸟。你是不是很喜欢吃这种水果呀？那个看上去很好吃啊。我也想尝尝它的味道，可是它吃的也太多了吧，其他恐龙快没水果吃了。是啊，大家看起来也饿了。始祖鸟有点给其他恐龙吧。它终于吃饱了。可是树上所有的水果都被吃光了。基地资料库显示，这种果树非常稀有，可能很快就会灭绝，已经只剩下很少的几棵了。糟糕，这样可不行。大家快看，这片空地超级大。我们也有很多种子可以种在这里。史前救援队出动，是种树时间。三角龙小队喜欢堆土，挖到完成。大壮来放种子。然
然后盖上泥土。小碗，请浇水。我爱水果，我爱浇水。不是浇大壮，是种子。队长，不好意思。哇哦，第一颗种子种好了，太棒了。但是这么多种子，这么大的土地。是啊，我们可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种完呢。包裹快递，光速到达。没错，听说你们要在这里种果树。乐迪果然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不愧是我。是能力套装。小易，种子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嘟嘟嘟嘟，我把种子送送嘟，挖出一条条沟，再压出树洞。我来撒种子。我来浇水。哇哦，种树好好玩呀。我推土最棒。小盾，你还好吗？还好，只是撞到了一个大石头。我能弄出来的。小盾的恐龙大脚行动了。弄不出来。大壮来试试。大壮也搬不动他。这块石头到底有多大？让我来扫描一下。史前手表马上启动。太大了，无法完整扫描出来。没关系，没什么能难倒史前救援队。史前救援队加油，挖掘行动。我们把它抬起来。恐龙扩大行动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小婉，恐龙救援绳索行动。小翼，翼龙飞爪行动。大壮，恐龙强力模式行动。史前救援队加大力度。什么东西涌上来了？哇！是水，刚好我们的种子需要水哦。但太多了，种子被水冲走了。上来，待在这里非常危险。大家把水引开。可引到哪里去？我来侦查一下。让我看看。就去那儿，引到河里，就在那边。太好了！大家来挖沟，快来挖吧！交给我们吧！好。
我们得加快才行，我来帮忙。乐迪，电能加速！小心前面！哇！等种子长大，恐龙就有更多水果吃了。今天谢谢各位了。忙了那么久，我都饿了。可惜果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结果。轮到我时空旅行家出手了。护卫，时空旅行手表启动，时间加速。哇！哇！太惊人了！哇！太好了！现在恐龙们终于可以吃得够了，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再见喽！再见！新游戏队长！恐龙队长！